你说话可以吗？你不就这样很奇怪吗？就是你为了不影响我，就一直跟我说话。
Thank you.
他们有很烦的一点，就是他们感觉还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人在干嘛进步的一个表现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接受新的东西。嗯，对，我们这边小地区都还是用原来的有些参照系啊，就比如他们什么都要跟嗯，
Thank you.
Thank you.